是有点粉汤的。我们有点十八禁的内容。等一下，不可能是 X X 吧？不是，什么东西？嗨，我是你家隔壁的阳光男孩雷翔，大家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哦。另外，我还有个人专属会员制，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加入吧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家隔壁的阳光男孩雷翔。不知道你们看网络上呢有一个还蛮红的，叫做“被画被你画我猜”的这个游戏。被画被拥抱。好奇了，对了，那我今天找你们来呢，就是在我们会要分组来进行啊，所以考验我们彼此的默契。我们两两一组，得分数最高的，我们会准备一个精美的小礼物。哎呦，3000块。或者再的话，5000。那我们先分组，欧贝。好。好，那我跟阿转一组。好，好，那抢不抢啊？哎呦，开玩笑，单飞。哦，单飞。哦，哦OK， 进行我们的游戏 ，Go。是这个，计时1分半，开始。用心感受哦，王开始哦， okay. 开始。哦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一个圆。哦，很清楚，它是两笔这样子下来啊。哦，它其实是有耳朵的，对不对？有、哎。好像有希望哎、欸，有点像是这样子下来。我觉得要傻一下。啊，通常这边10秒。我应该开杠了。好来。哦，圈圈。乱画的。来，乱画哎。怎么可以长这样？它是眼睛的。然后。时间到了。等一下。因为其实我刚感受它是有两颗眼睛，然后有耳朵，它是一个动物，它就是啊，我知道了，答案是蝴蝶。这样子可以猜到蝴蝶？啊，不要，我再改一个好了，我改蜻蜓。答案是错误。是什么？我是故意。蜜蜂。对，蜜蜂。蜜蜂，蜜蜂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第一题失败，我们进入第二题。哎、欸，不能一开始就这么难啊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Oh no！ 哦，好了，这个有希望了。这样。哦，我看对了，我也看对了。哦、oh, ，我觉得我们是赢了啦。对，然后这样。可是我觉得还蛮像的。我在干扰对手，我突然想。哈哈哈！哈哈！玩游戏。我知道什么。哦，火车。哦。火车。红包包，红包包。哦，好强。很强哎。是说，我刚刚你画第一个的时候，发现你画画也不怎么，就是。我是为了你画大一点，好不好？第二题。哇。这个有点难哎。计时1分半，开始。哦，这一个圆。日本它好像有破掉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哦。哎、欸，它这有一个圆呢。哦。这样子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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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有两只脚哎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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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哦。错在了这个。它好几只脚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只东西？可是很多只脚，我大概可以有一个方向。你的关键就是这三个圆吧？这三个圆前面你要有一点反应。那三个圆圆的有没有？也是很常见啊。答案是，它是蜈蚣。很棒，没救了。打你画我，打你画我。蚂蚁，是什么？蚂蚁。最合理啦！我觉得我应该画画比你厉害，我觉得。我们现在两题都还没得分，你不是要带我背吗？才叫互相啊！哦。OK， 这我可以，比较简单了。那我只要这里答不出来，我就丢脸了。11分半，开始。哇，这是完蛋嘞！这里真的完蛋嘞！在这里面的、啊，你快对，你可以，你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目前这样，这个逻辑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动物哦、喔，对，动物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这里吧？这样子啊，随便你猜。动物长这样子，熊、青蛙、长颈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猜对了吗？因为我这一条长，你看我画多长？你看我这个长，哎、欸，得2分哦，我2分哦。
三轮 ，Go。这个太简单了，来。真假？这简单，这你一定可以。计时一分半，开始。他这七点半就感觉不到。好，我真的觉得很恶心。感受一下这个点，然后这样子上来，好，感受到了吗？你不要吵，我跟着你来。哇！被拉回来，被救回来，被救回来！啊！哦！再来，来！我感觉是有点粉汤的。我们有点十八禁的内容。等一下，有，我觉得有像，其实有像。最后把他拉回来。不可能是鲍鱼吧？不是，什么东西？不是，它是昆虫。对，蝴蝶。哇！蝴蝶，你是太明显了。终于有一分了，赞赞赞！我觉得是我在带你飞啊？为什么？我也这样觉得啊？是吗？可是我刚用我的这个逻辑去画，你看那什么鬼？是我太会猜了。我本来今天晚上会中威力彩头奖，就我现在把运气放在这里，然后还没白色啊，白色。第三题，这个。等一下。眼睛来了，好、哦，然后这样，哦，又一个眼睛了，所以我看他讲话，我也看不下去。但是，这样到喽，这样，太难了，好难啊，我这里好的同组时间，搞不好有一个圈嘛，然后他有一根头发，一个耳朵，这是他的裙子吗？哎呦，胡子这样，觉得你是土的，等一下直接让他看，然后看他会猜什么。台湾黑熊，拿错，那你看一下，那你看这个，你看你会猜什么？鹿，不是，它不是，这是什么？它是山羊。谢谢啊，不对，错一题了。题目是这个，哇，这个蛮简单的啊。计时开始。啊？大哥不能怪雷翔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开始。你还有在认真画吗？有。天哪！哎呦！哇！是吃的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它是一个用具。对，是工具的用具，你每天都用得到。哦。该不会摩托车吧？你怎么你猜觉得像摩托车啊？本来是要这样的话。重组哦，完全都不一样啊。是不是？是什么？奥特曼，奥特曼，公布答案，是不是奥特曼？对。我靠！是我提示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第五轮。最后一题的题目是这个。哇！计时一分半，开始。这样。啊？这样子。哦，他全是在乱画。没有，没有。而且你知道你的题目是什么吗？我知道啊。下面什么？然后再来哦。我觉得画蛮像的。哎呦，你确定？这样看了也很难哎。我现在出来这题直接五千。我把它煮起来。这题直接五千给你。有录吗？有录到吗？刚刚那个一个鹿我已经受不了了，现在又一个这个，不可能，这不能猜出来了。大家如果看这个有最后一个提示，猜得出来的话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图片看到你讲一个答案出来，来讲一个答案，不给提示，来直接讲答案出来。小狗？这样啊？不是，它不是狗。你猜错了。不是啊。是什么？是。都不要告诉我。这队有问题啊！我要怎么猜到马？你告诉我。好的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的双方实力实在太过于悬殊了。嗯，对，平川你在干嘛？没有在发现洞啦。我想问一下我们广大的粉丝们，到底有没有看懂阿庄画什么？讨论一下呢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加时赛。这题题目是这个。好的，这题简单。Polo 可以啊 ，Polo 你可以，这题简单的。好嘞。你用一点快速又简单，漂亮，对，哎、欸，漂亮，这样吗？太漂亮了，这样吗？我画对的，哎、欸，赞，再一个，这样吗？太漂亮了，然后我还有再一点，还有再一点哦、喔，
那是眼睛哦。哦，这样哦。漂亮，啊，是啊。那最后一二，这样吗？还是在这里？好，出来效果。这个是第一个版本，然后他们说可以再画一次，上次有机会。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耶。对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狗熊，狗熊。老鼠，这两个是什么圈圈？牛，它是个加速，它这个加速就狗啊，猪，猪，猪，恭喜平浩的获胜。我猜到了，各位，是猪。OK， 那最后呢是我们的田哈选出获胜。那你们站一块，我来颁奖给你们。什么奖品啊？希望是3000块。来，奖品，哒哒哒，就是我们的软头彩色笔。哇，彩色笔的部分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开心啊，开心！可以的 ，OK 啊 ，OK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非常感谢伯特、阿圈跟田浩，如果你们也可以跟这个亲朋好友啊一起玩看看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影片要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抢先看的铃铛。我是你家隔壁的阳光男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有人猜对吗？竟然有人猜马，有哎，有，而且不止一个，等一下。不能理解，我不知道怎么有办法猜到马。我看一下，好厉害哦，这两个。那我跟你讲，其他都在猜什么狗、顽皮豹、布鲁托、高飞、高飞狗、沙皮狗、胆小狗、英雄。这个也猜到马，很厉害，很懂我哎。硬要说有一点点，好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力，好吧？你没资格说我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